听新闻聊新闻，锁定1900重点直播，我是新化，为您新闻化重点。今天头条讯息就来询问大家，第二波封面来袭，您是否被淋成落汤鸡呢？因为这波春雨封面表现得又急又快，还打雷，就像午后夏季的雷阵雨。我们带你来关注，其实呢，高雄气象站就提醒了，台湾的西南方外海出现了这所谓的刨线系统，所以高雄、屏东呢下午都发布了大雷雨警报，所以下班时间或是通勤时都让大家格外显得狼狈。而在高雄桃园区的宝山国小下午也紧急停班停课，在台南的安南区也看得到闪电打雷。开车遇到下大雨，天空突然一道闪电打下来，前方电杆瞬间爆出红色火光，没多久再度窜出蓝白色闪光，民众立刻停下不敢前进。这里是台南安南区长溪路二段，26号早上因为大雷雨击中电线，都大声啊！电线两三的后诶，底下我有三角锥放底下诶，我驾车搞不了。事故可能是因为雷击太大，先打到我们的架空地线和断线之后。再一次的雷击打到我们的高压线路，电线断裂，艾子也被击中，造成当地378户停电，抢修到下午才全数恢复。不止台南，高雄山区雨不停，雨势猛烈到能见度很低，山头雾茫茫一片。高雄市府紧急公告，考量师生安全，桃园区宝山国小下午3点开始停班停课。随阵阵雷声，高雄市区中午前后风雨就没停过，民众撑的伞几乎都快解体。下午1点多，高南公路机车道地势低洼处还积水超过30公分。气象署预告，台湾西南方近海有刨线系统接近，下午1点靠近高雄屏东陆地也发布大雷雨预报。南部地区其实这种天气状态，全区都会有下雨，那对流比较旺盛的对流包呢，就会有容易产生闪电的部分。害怕淹又淹起来，因为之前淹过2次。两次地下室整个淹到地下室整个满的。每逢大雨必淹的澄清路本馆路，防水闸门前一天就装好，就是怕大雨杀得措手不及。而在屏东东流线，也有民众拍下疑似因为连日降雨，布袋莲随着溪水冲到出海口。而古山渡轮站也一度因为高雄港7级阵风，海上巴士停航，直到下午雨势缓和才恢复正常通行。 TVBS 新闻南部综合报道。而今天呢，高雄还有台南在打雷下雨之下，在澄清湖发生了令人遗憾的憾事。原来呢，澄清湖园区里头的路树倒塌，压住了路过的行人，导致行人伤重不治。雨罩高雄，好不容易有一段空档没下雨，救护车却出动穿过澄清湖园区步道，多位民众忙着指引救护车，因为一旁不但有大树横躺在地面上，还有民众倒地。落叶四散，在树木周遭围起封锁线和三角锥。一名66岁李姓男子，26号早上独自一人到高雄澄清湖园区散步，当时疑似正在下雨，路树突然倒塌，砸中男子的头部和脚部，造成撕裂伤，送医急救后仍然宣告不治。连续的下雨啊，尤其昨天在这个鸟松地区哈，又降下大雨，那造成这个土质松软。那近期又有连续的发生一些地震，疑似哈这个因为这样的原因造成土质松软，导致路树倒塌。根据气象署统计，26号早上在高雄鸟松仁武地区，阵风最大都有8到9级。澄清湖在官网公告，考量地震和滞留锋面强降雨造成土壤松动，发现游客被倒塌路树压住伤亡事故，宣布从26号下午12点开始临时封园一周，预计5月3号周五确定安全后再重新开园。可是今天看雨停了再出来的，那就是太熟悉了，你会小心呐。那树木倒下一定有一个时间，应该有机会躲。66岁男子不幸丧命，台水公司持续联系家属，将依公共意外险最高理赔300万，另外在市区。下午2点左右，前镇区的中山和中安路口也有一辆多元化计程车被路树砸中。这次49岁蔡姓司机跟2名乘客没有大碍，但雨势不停，难保路树倒塌不再发生。TVBS 新闻阿昭贤高雄报道。而近期地震频传，本来就是地质脆弱区的中横公路再度路段，好不容易抢通之后，又碰上了封面来搅局，所以又出现了土石崩塌的情况了。而当地公路段的人呢，是动用了大型机具，还有工人在紧急抢修当中，但没想到
天气不稳定，也让当地的抢修工作受到了掉落的土石影响。为了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所以目前都是暂时先行撤离的。而中横的便道，为了安全考量，也先行关闭。台中山区大雨和平警分局员警巡逻，在台八线记忆中心产业道路发现约4公尺高的树木横倒路中，两名员警赶紧通报，也在工作人员到场前先协助浇灌，排除部分路树。怪手开挖，古关往离山方向中横便道又出现大面积塌方。19.7K 处，这里也是4月3号花莲大地震后路基受损路段。公路局抢修好几天，因为25号晚间山区大雨，又出现了重复落石塌方，路基再度受损。还有这里22.1K 处，26号上午大面积塌方区域，巨大落石滚下来，也导致古关公务段人员在抢修过程得不断闪避危险。那由于现场雨势不断，那落石情形也是一直在发生，因此在今天26号不得已，我们紧急宣布封闭中横便道4天后降雨情形，那希望可以尽早恢复中横便道的正常通行。中横便道在封闭管制，离山居民只能改走台七甲线往宜兰，或经合欢山往南投埔里方向下山。除了大雨，余震也威胁古迹公庙。门神，现在这一个直接裂掉。有着289年历史的彰化鹿港天后宫，传出三川殿龙边大门下石门就断裂，门神门板倾斜损坏，庙方赶紧通知文化部。而目前文资局同意先将门片拆下，也已经协同专家前往处理。信徒香客要先从其他出入口进出。 TVBS 新闻黄国军、陈志忠、洪彩伦台中彰化采访报道。而天气不稳定，树木的维护平常日常就要做好，因为在彰化分园也有邮差送信的时候被倒下来的这个黄花风铃木给压住。而当时呢，虽然附近人员即刻救援巨树救人，但是这名邮差伤势过重，送医之后不幸不治。中午12点半，邮差骑车经过，突然前方路树倒塌，扬起一片烟尘。后方骑士发现急刹，但邮差被砸中，连人带车倒在大树底下。消防队获报到场抢救，邮差因为被砸中严重失血失去意识，紧急请路边的堆高机协助，还有人帮忙用电锯锯断树枝，总算将人给救出，紧急送医治疗。事发地点就在彰化分园乡彰南路上，倒塌的树虽然被锯开，但机车还压在底下，严重损毁。修欠啊，头发正安修欠啊，你无看伊拢无定金。警方表示，近日因为中部连日大雨，疑似路边黄花风铃木根部土壤严重冲刷，失去支撑倒下，意外砸中送信途中48岁的孙姓邮差，紧急送往草屯佑民医院抢救，仍然宣告伤重不治。我来吐个呀，我搁惊连那地下连那地人家，人家连那地来地啊，死救伊啦，死救伊啦，我这。令人难过的是，邮差的阿姨刚好路过，看到侄子被压到重伤送医，只能在旁边帮忙，事后整理物品。他说，孙姓邮差入行25年，表现良好。因公殉职后，我们会从优办理这个抚恤。这路树是属于国家的设施，那是不是符合这一个国家赔偿的部分哈，我们也会提供法律协助。只不过意外发生前，他还曾发讯息提醒朋友雨天骑车注意安全。个人脸书封面照还放着彰南路上知名的黄花风铃木大道，没想到最熟悉也是最爱的路线，却也意外带走他宝贵的生命。TVBS新闻陈志忠彰化采访报道。好，这起不幸的事件让人相当的遗憾，而我们同时也要继续提醒观众朋友，最近这几波封面呢带来的风势、雨势以及打雷都会相当的显著，要在外的话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了。而且从雷达回波图观察哦，其实今天呢几乎整个台湾都笼罩在整个云雨带当中。在早上的时候呢，台南、高雄闪电最为剧烈，而中午过后在桃竹苗地区，大家应该都有听到雷电的声音，甚至呢这剧烈的雨势就像台风一般。而这波降雨是因为西南风比较强劲，而专家也认为这波春雨跟过去几年的情况大不相同。我是台风天啊，谁会听不到的事？
三天加狂风暴雨，让学生激动学起台风天新闻播报。台南瀛海高中26号早上9点，空中闪电不断。我想要拍的。拍到瞬间激动大叫，紧接着是轰隆隆的雷声，同样是早上9点多在台南安南区。民众手机拍到闪电瞬间，后置放慢动作看得更加完整。从气象署即时闪电资料中看到，16号早上从6点钟开始密集闪电不断靠近，早上9点到台南、高雄山区也有，近中午扩大到桃竹苗、双北地区，下午2点后集中在屏东、台东。气象脸书粉专天气风险就贴文说，闪电列车又出现了，不过这种对流系统实在不像春雨。春雨来说的话，它会是一个移动比较快速的一个封面哦。那这次下来的这个封面，它其实结构并不是非常好，北风推动不动它，它就会留在台湾的附近，所以它的降雨时间就会比较长。专案分析，这两天封面来袭，强烈对流雨，因为西南风带来的暖空气比封面带来的冷空气还要多。不过春雨冷空气大于暖空气，封面快速移动，比较类似绵绵细雨，而这波降雨反而比较类似梅雨，冷暖空气势力相当，目前还没到梅雨季。5、6月印度洋西南季风水气多，梅雨时间就持续更久。封面带南边的这些降雨，到了今天晚上、明天这段时间还会陆续的靠近台湾。周五晚上到周六清晨，中南部雨势还是大，到周六早上封面持续影响，全台有雨。周六下午，台东、屏东雨势才趋缓。周日中部以北雨势还是大，周末假期仍要严防致灾性降雨。TVBS 新闻徐梦杰、曹振仁、新教组台北采访报道。好，封面一波接着一波，接下来周末的天气情况也是不稳定。我们的气象主播宣彤已经到棚内了，宣彤晚安。新话晚安，大家晚安。好，宣彤，今天电闪雷鸣哦，真的不是细雨纷纷的春雨，简直就跟台风一般。那么我们想请教，现在周末夜晚上，不晓得这个封面动态是如何，会不会大家的周五夜晚就会因此而扫兴了呢？好，确实哦，这一波雷雨呢，在南台湾地区从早上的时候下到了中午，中午再下到了晚上，几乎都没有停过。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北边有一个锋面要渐渐南下，同时又伴随着一个比较强的西南风，所以南台湾降雨频频，而且短延时的强降雨也非常的多，甚至在过去的2-3个小时，也就是下午的时间点，一度出现了这弓状的回波。当这弓状的回波通过了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的时候，都带来了短延时的强降雨，一个小时的时雨量都在30毫米以上。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还会不会有类似的状况呢？有机会，因为你看到呢，其实在海面上还是有非常多的对流系统在发展，而当它如果发展的成熟，并且往台湾的方向来移动的话，确实就有可能带来比较强的雨势。而在过去一个小时的时雨量来讲呢，在哪个地区最多？在东沙岛来到了40毫米，听起来很惊人，但是其实它距离台湾很遥远，它只是一个隶属于高雄的外岛，在这里呢，其实在地图上你都还看不到。所以以目前本岛地区来讲的话呢，南台湾地区的雨量是也有在减缓当中的，但不容忽视，因为后头还有一大片的云雨带可能发展起来，我们就会告诉大家什么时候需要做好准备。但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都是需要警戒的时间点。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今天中午之后，桃竹苗地区其实也有带来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在苗栗是今天的时雨量来到了40多毫米，是今天时雨量最多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在有一个云雨区，它在通过的时候呢，确实有一点往东北的方向来移动，但是很快的就已经移出了陆地，所以只有1-2个小时雨量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一个小时就把一整天的雨量都下完了。北部地区还会不会下？在未来的几个小时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是以短暂阵雨为主。如果再发展出一些对流包、一些雷雨包的话，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来做更新。好，我们再来看，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依旧是降雨的热区，热区就当然是集中在整个西半部地区，尤其是中南部这一块，都不排除会有较大雨势到局部大雨，所以气象署也持续的发布了大雨特报，特别针对了南投以南、嘉义以南的这些地区。而桃竹苗在中午之后，虽然也有短暂的发布大雨特报，但现在也已经取消了。这个雨呢，预计会一直下到明天，所以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你依旧不能大意，但是你也会发现，在以定量降水预报图来看的话，
今天上半天的雨跟下半天的雨比起来感觉有在趋缓，原因是因为少了一种降雨的模式，也就是热力作用，所以当然会比较少，但是南台湾依旧是热区，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云雨区还在持续的移入。新化刚宣统的图表，这雷达回波图还有雨带都看得出来，几乎整个南台湾、都被笼罩在整个水汽丰沛的云系当中了。不过还想继续请教宣统，就说这个封面可以说是移动速度非常快，那么到周六之后呢，天气又会如何变化？周六大家都说周休假期，好想要出去玩，前几天天气都很差，礼拜六日有没有可能会转晴？不会，礼拜六天气依旧很差，跟礼拜五差不多，但是最剧烈的时间点预计是在礼拜六的中午之前，因为这封面呢就逐渐的通过了，在中午之后需要注意的是热力作用，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在明天的晚上之前呢，西半部地区民众都要注意会有较大雨势，而在东半部也是要注意的，因为在西半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大范围的大雨，还有局部地区的豪雨，北部地区东北部则是会有较大雨势到局部大雨，东半部东南部地区虽然它属于背风侧，但是也有可能会有局部的雷雨出现，热力作用加上去这都很难说。那么到了明天的晚上，这一道锋面就会渐渐的往北抬，所以影响的范围就会逐渐改变，但是也是等到明天晚上之后天气要变好，礼拜日可能可以碰碰运气，在南台湾的雨势缓和不少，可以看到呢，在礼拜日的时候，南台湾地区的降雨明显减少了，但是换成在中部以北，因为刚刚也带大家来看，这个锋面呢就在台湾的北部海面上，相对不稳定，都不排除会有较大的雨势。所以礼拜六你要出门的话，全台湾各地我都建议您带一把伞，最好呢中南部地区的民众就不要再出去了，因为外面其实还蛮危险的，尤其当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它不止这雨非常的大，同时还伴随着打雷还有闪电，严重一点可能会出现冰雹，这都是以中南部地区为主，而在中部以北西半部地区也是会有短暂阵雨，如果有雷雨包长出来的话，也不排除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在东半部地区则是要注意的是局部的雷雨，直到礼拜日的时候南部地区水汽才会稍微的减缓。新化所以雷雨包可能随时随着对流旺盛而产生，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那低洼地区的朋友呢也记得做好先来清淤，才可以好好的排水了。我们谢谢宣统这节的气象预报，谢谢新化，谢谢大家。再来，我们带来观众朋友，除了关注雨势之外呢，其实在高雄的整夜暴雨让中山大学的男宿舍成了水上乐园了。不过这当然是同学们呢半夜睡不着来通通来清除积水苦中作乐的戏称，因为这雨实在下得太大，从二楼的平台雨水直接倒灌进宿舍里头，所以大家自力救济，拿着扫把本机就开始舀水。而除了宿舍之外呢，整个校区要到教室也都得涉水而过。晚间东山大学的学生没法睡觉，在宿舍外头拿着本机跟垃圾桶开始舀水，因为二楼的平台积水，这水顺着楼梯一路流进了宿舍内。户外下大雨，室内跟着下小雨，雨水不断顺着缝隙流进房间内，让学生好崩溃，直呼室内忧外患。而为了不让宿舍淹水，同学们牺牲睡眠努力清积水，事后把影片PO上网，自嘲是来到了水上乐园吗？有渗到那个，因为这边窗户留下来就是走廊，他那一间宿舍就会遭殃，就同学跟工作人员在排水，就是走廊可能有些地方水有渗进来吧，然后他那边好像有总有个地方就是有积水的样子。因为高雄25号接连好几波暴雨，晚上又有大雷雨，鼓山区一度发布了一级淹水警戒，而刚好在雷雨区的中山大学迎来了庞大雨势，导致宿舍部分区域出现排水不及的状况，就连校区也出现部分积水，学生得涉水上课。昨天的雨真的是暴雨，感觉是用倒的，对，哦，对，超可怕，对，所以最后是用走的去上课，然后就是我穿拖鞋，然后就是可能都有点淹到脚踝，因为我觉得学校积水可能这部分没有处理好吧。还好入夜之
之后雨势趋缓，不过针对宿舍积水，消防表示在接获有间歇豪大雨发生后，就派人清理顶楼排水杂物，但五岭二村的露台排水孔堵住没被发现，才会导致大雨过后水排不出去，后续也已经派人员清理排除堵塞问题。TVBS 新闻爱德行刘璇高雄报道。而开车上路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碰撞，那很多驾驶人呢都会申请交通鉴定来进行和解的责任厘清。但这名女驾驶人呢，本来她认为肇逃的游览车应该要负全责，没想到鉴定出结果出来之后，变成她要负全责。事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本这名女驾驶呢，她是在汐止被回转的游览车擦撞，那她觉得这名司机呢没有注意到她的车辆，直接撞了上来。没想到鉴定结果却认为他没有跟游览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但专业律师说，其实这样的鉴定书呢只做参考用，如果涉及民事的求偿的话，后续法院还会再行判定。绿灯一亮，女驾驶往前行驶，准备要去上班。前方车子也不少，她跟着排队，准备到下个路口左转，没想到左侧游览车突然来个大回转。喇叭不管怎么按，游览车却当耳边风。女驾驶报警，对方却坚持没感觉有撞到任何车辆。新北市汐止新泰五路远雄广场附近车流量相当的大，游览车一回转，右后车尾就撞到了轿车左侧车身和后照镜。但是游览车驾驶对责任有疑虑，花3000块钱申请事故鉴定。第一次游览车驾驶要负全责，女驾驶完全没错。游览车司机再花2000块申请复议，没想到照则大逆转，变成游览车零照则，所有错都在女驾驶身上，理由是轿车看到左边车辆要回转，没有保持安全间隔，注意到游览车的外轮差。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在那个他完全没有责任，为什么我完全静止的状态，我被撞，然后责任变成都在归属在我身上。大车不管怎样应该要注意周遭，其实大车在那边回转其实蛮阻碍交通的。其实申请鉴定与复议都各一次机会，这回全被游览车司机用光光，女驾驶怎么办？他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去跟法院讲说要申请所谓的学术鉴定。其实我们从这个结果可以知道，复议的结果只是参考而已，它不是一个诉讼的一个直接认定的依据了。这条路内侧第二车道今年2月改为只能直行，发生事故警察初判表只是记录双方资料，要厘清肇责还是要申请鉴定，但鉴定只是参考，律师建议提告民事才是能不能赔或赔多少的关键诉讼程序。 TVBS 新闻中一节新总告。我通常在马路上呢，很多用路人都会觉得远离大车以测安全，因为像是游览车、公车或是砂石车，他们都会有内轮差的问题。但这一起事故呢，问题就出在外轮差。那我们也找来了专业的游览车驾驶，他就分享了，所以大家开车上路尽量呢跟大车保持 1.5 公尺以上的距离，才不会在大车转弯时被波及。一般来说，游览车最容易发生车祸的地方就是从后轮一直到保险杆的中间这一块，只要是转弯的时候，不管左转还右转，都会产生内外轮差。万一旁边有车，距离又不够，就很容易发生碰撞。就是大车啊，后轮轴，然后到后保险杆的距离大概在3米，大概在3米6。游览车转弯时，这3公尺多的车身会随着转弯幅度有不同的摆动距离，没有足够空间就会被碰撞。业者实际示范，为保持安全间隔，左转时产生外轮差，两车就很容易发生碰撞。但安全距离足够的状况下，就能轻易左转。如果是两部车同时要左转，我们最好离大型车要有1.5到2公尺，这个距离是最为安全保险的一个距离。司机提醒民众，因为道路宽度的关系，不一定有办法保持至少1.5公尺的距离，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放慢速度，让大车先转弯。游览车司机要转弯的时候，也要多注意四周状况。在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大型车驾驶，如果旁边的小轿车离得近，一定要在车子拉离开所谓的已经到达了安全的左转回转的安全距离以后，我们再去做左转，
甚至于回转这个动作。过去就曾发生过游览车转弯的时候内轮差或是外轮差的影响，距离没抓好或是没注意到两旁人车转弯时碾伤行人，甚至酿成死亡车祸。因此目前大多数的游览车都有加装辅助镜头减少死角，但要避免发生事故，最重要的还是互相保持距离。 TVBS 新闻高则郭以西北市报道。继续带您看到政治划重点时间，今天呢，立法院的院会进行表决，民进党团呢希望能够让他们版本的国会改革的议案来变更提案的议程来进覆二读，但是呢，在蓝绿白表决的过程当中，最终还是53-51输给了国民党，而这中间呢，民众党是没有进行投票表态的，没想到这个举动呢，却点燃了绿白之间的战火。我们带你看到就是。民众党团的总召黄国昌，他在立院里头忽然大声的喊出：“我们有欠你吗？你跑到我这边来吼什么？”而另外一方面呢，回应他的其实就是民进党立委叫他不要放水。原来呢，就是因为民众党团没有进行投票的表态。那么呢，在先前司法委员会的时候，其实黄国昌他有说自己是愿意支持国会改革，特别是性别平。平等反歧视的部分，所以民进党的立委范云看到这样的结果，不满的跑到他旁边问他说：“你不是说你支持吗？怎么没有投票呢？才会上演这样的局面？”但是事后呢，民众党团的黄国昌他就认为，国民党玩程序性动议，跟国民党、民进党跟国民党玩程序性的动议表决输了，就要请了我们一定要投票支持你们民进党吗？而范云呢，另外这位当事人他也有话要说，他表示哦，当下他只觉得黄国昌的口水喷在他的脸上，他是不是情绪控管上面有很大的问题？而在院会表决民进党团的国会改革版本闯关失败之后，他们的党团总召柯建铭也表示哦，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国民党要来没收民主，但是国民党也反批，过去8年不改革，你们都在做什么？是不是偷懒了？而民众党团也表示不要。因为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法案过关而就成为巨婴。你跑到我旁边来吼什么？我也欠你啊，不要用吼的啦。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激动咆哮，立法院院会台上蓝绿表决大战，台下绿白口水战。冲突对象是民进党立委范云，绿白立委们忙劝架，倒是蓝委忙着看戏。吵架！民进党团为了国会改革再出招，提变更议程，抽出部分立院职权行使法草案和范云的性平改革法案，想进覆二读，让蓝绿并案协商。国民党团提异议表决，副院长张启臣也加入。民众党八席再度不表态，最后民进党以51-53表决失败。但黄国昌不接受，范云跑到他座位吼叫，被逼着表态支持，两人才有开头内幕。我只感觉到他的口水一直喷在我脸上，那我要不要遮？要等等哦。那当然，我刚刚还得要就洗脸再来。那我也认为黄国昌，你是不是情绪管控有很大的问题？说我情绪控管有问题，我请教一下范云。今天是谁跑到谁的座位来，在那边又吼又叫的？我今天是有欠你民主进步党什么吗？你们程序上面的动议表决输中国国民党，跑来怪台湾民众党？那黄国昌当然没有欠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想你欠的是全国关心国会反性骚的所有的公民。我欠全国性平的人什么？今天是针对条文在进行表决吗？范云提出来的条文挂一漏万，立法品质粗糙不堪。民众党持续作弊上官，民进党院会表决4度惨败。TVB 新闻花正生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不过其实看得出来，在陆陆续续这几场国会的表决以及各个委员会当中，民众党呢希望能够维持自己小党的独立性，而接下来2026的地方大选乃至4年之后的
总统大选，民众党要如何生存下去？我们带你看到呢，其实近期柯文哲呢，虽然目前他是没有公职在身，只有党职，可是积极参演舞台剧，似乎也希望能够让自己维持一定的声量，还有政策的主导性。他同时也检讨了2024年的选举，他说当时他们只有观察到社会上的氛围是六成希望政党轮替，但忘记了有七成不想要国民党重返执政。而随后呢，大选过后，其实他们也大幅度动员，包含柯文哲自己都下乡到云林的麦寮乡长补选进行辅选。他说虽然知道自己是小党会输，但他们还是要去，因为他们自诩为第三大党，是不能缺席的。他也认为呢，民众党呢其实要用公司化经营的理念下去做思考。第一代呢，可能是一个柯文哲为主的政党，第二代会有双黄一高，第三代呢是否还要接下来培养更多的人才来进行接棒。所以呢，过去柯文哲就说他们常常被一些反对的政党嘲笑只有 11%， 但想想当年呢也被说只有 4%， 所以2026的地方选举对于民众党的生存来说相当重要。从2026到2028下一次的大选，如果呢在地方选举选得不好的话，民众党呢可能就会岌岌可危。也或许这是为什么在国会当中，他们是以政党票获得的这些不分区的八席的立委席次，多多少少都要跟蓝白保持一些距离了。而再来我们要带您看到是柯文哲呢，在过去的市政当中是否也被其他的政党抓到了小辫子呢？原来频频有市议员攻击当初市北科的部分三块的地皮地上权，是不是图利了星光人寿，也就是过去跟柯文哲共同搭档的星光小公主吴欣怡他们的集团的子企业。而现在呢，这个议题前后任市长再度交锋了，蒋万安团队呢也表示他们成立专案小组来审视。而柯文哲也回应了，他说会不会蒋市长对市政不熟，但是副市长李四川不可能不熟。但蒋万安也妙回，要当事人不要太紧张。音乐剧首秀，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频练动作，在最后彩排前，柯文哲有在市长任内被蓝绿夹杀的北市科案件澄清加还原。蒋万安说什么确实出点出了问题，蒋万安我就直接讲，你是我是知道他一定不懂的，我就明白讲，BOT 跟射箭地上权，你懂不懂？有问题我们就进行调查，那有问题当然就依法追究，没有问题也还当事人清白，所以不用过于紧张，也不用提前焦虑。意思是你是当事人就静候调查，但一口气柯文哲吞不下去，尤其又被副市长李四川点名，北市科 T17、T18 和 T16 相比租的那么便宜，的确有大小眼嫌疑。蒋万市政是不熟的，这个我是可以理解。李四川不会不懂，我觉得这样呢，是非对错自己心里有数。李姐，如果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还出来，我觉得那个太没有良心了。我从这一年来，说实在，为了他的事跑检察院，那为他在辩护，但是这个看过转过头来，都是他在批评蒋氏。我不晓得是他没良心还是我没良心。柯文哲对决川北，或许也是因为李四川频频被点，有可能选新北市长。李四川站不站，可是攸关柯文哲未来。2026就决定2028，如果2026选得很差，那就可以收摊了。Sorry。如果你现在问人家2028国民党可以派谁选总统，现在想得到只有两个吧，卢秀燕跟韩国瑜。蓝营还能二选一，但谁能左右2028民众党命运？看来看去，也只有柯文哲自己。TVBS 刘俊阳配合台场报道。好，都说教育会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力，还有我们下一代的环境。而现在传出了赖内阁的教育部政次的有望的名单，出现了这一位对教育都有琢磨的台大电机工程系的教授叶秉成，有机会拿下教育部政次的这样的职位。不过这消息一出，对于教育界来说，其实很多人表达了不一样的多元意见了。我们现在你看到是全国教总的理事长侯俊良就
就表示，虽然呢有部分的家长非常欣赏叶秉辰的教育理念，但是呢他主张的翻转教育跟实际的教育现况是有落差，而且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全然支持翻转教育的理念。他建议教育要深入基层，成就每个人，而不是只有成就他自己。而同时呢，老师方面其实也有其他的想法。这个是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先香，他说叶秉辰应该要先务实的来了解教育的现场、教育基层的样貌，只强调新颖的做法，但是不是现况，只会让教学的现场徒增混乱，而且也很忧心网红流量思辨教育。很恐怖，说话还蛮重的。另外呢，立委吴思瑶呢，他说其实如果可以把民间的思维跟现行的教育进步的做法结合带入高教体系跟教育部里头，其实应该是好上加好。而这样的人事案呢，是否会尘埃落定、拍板定案，但是讨论的效益已经出现了。师培的制度、教师检定的制度还有教师甄选的制度，都应该把这列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对于教育很有想法，曾在镜头前侃侃而谈，他是台湾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叶秉辰。不过现在传出他将有一个新身份，就是加入准总统赖清德的内阁，成为教育部的政务次长。说我赋予比较高的一个期望，他毕竟是一个亮点，我甚至觉得他真的比现在的正英要部长更适合当部长，起码可以给我们一番不同的一个气氛。有立委给出正面评价，对于叶秉辰怀抱期待，看看他的经历，建中毕业，台大数学系学士，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创办了线上游戏学习平台，还有实验教育机构，还主持 podcast 节目。2022年参加台大校长遴选，结果没选上。台大学生透露，同学们对他评价两极，有人认为他创新有名气，却也有人觉得反感，不认同理念。他现在变成一个有可能是经费的分配者，好，这之间的一个分际，然后你怎么去做一些处理，我想这也是后续大家会去做一些观察。教师团体认为叶秉辰对基层以及教育现场状况可能不够了解，更看不出可以立即上手，直言教育是成就每个人，不是只有成就自己。恐怕会造成一个高教的主次流，而且教育的问题，现在高教技职还有国际两岸的重要问题不是创新跟翻转，失效退场怎么办？升学辅导平台的执行长说，叶秉辰是不可多得的孔雀型网红教授，但教育需要的不是亮点，而是更多的实际经验。更说他未来恐怕到立院答询都没办法做好。看来挟带高人气入阁，有人看好，有人反对，就看叶秉辰之后拿出怎样的表现来应对。TVBS 新闻林正黄凯进台北采访报道。而继续看到，其实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事，也是家庭必须要赋予给孩子一些教育的功能。当我们来看到呢，因为养育七名小朋友，在网络上颇有流量跟声量的七宝妈 Cindy， 这回又出事，又被网友延上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问他的儿子是不是念资源班，结果他儿子就回说：“怎么可能呢？我的智商又没有问题。”没想到他发出讪笑的声音，让大家觉得你是不是在歧视呢？而随后呢，他在道歉直播当中强调他自己没有歧视的意味，只是在直播的当下呢，没有仔细去听孩子到底说了什么。但是这样的道歉启示又让很多家长不满，明明是自己做错了，明明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让他们有正确的态度面对不一样的人，现在把错都推给孩子身上吗？随后呢，这道歉影片也被删除了。而过去呢，这七宝妈屡屡发生过很多教养的黑历史，或者是怀孕期间去爬山、去登山，然后剖文接业配。但过去也曾经因为怀孕登山骨折，还让其他的山友必须营救她下山，结果山友也受伤了。而先前还为小朋友吃这种生食山羌的生干，这屡屡的行径都让大家直摇头。你在资源班吗？我怎么都不知道。在资源班吗？网红拎到英娜七宝妈脸书直播，被网友问到关于资源班话题，一连串回答爆歧视风波。什么资源班啊，太扯了。你们班有人在资源班吗？他们班没有人在资源班。我有问过老师啊。先是一阵爆笑，还拉儿子一起入境。对方强调班上只有稍微不正常的同学，没有问题儿童。七宝妈继续笑，态度被网友骂爆，被质疑是在歧视。讲的话我没有很听得很清楚，所以我也没有当下制止他。
回答的方式，然后跟 X X 回答，可能有让许多人感到不舒服，我是有被冒犯，在这边非常的抱歉。被延上后紧急直播道歉，强调没歧视或者是轻蔑资源班或许个别辅导学生，不过再度引起网友挞伐，把错推到孩子身上，淡化他的言行的不妥当部分。甚至我觉得根本的认知点还是在他个人对于特殊教育的一个不理解。年轻一世代的这样的网红跟家长都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其实是对未来相关有特教需求的小孩子，要提出来、提报出来，上心理也会影响到家长的意愿。读资源班不代表能力差，只是个别领域有需协助的部分。特教老师担心推动融合教育有更大困难。作家凯撒林孔怒批不善良到极点。医师李伟新也骂父母没有指正小孩的歧视，竟然跟着善笑。吴凤妻子写下202个字沉痛指责，而七宝妈后来将道歉影片删除，26号上午改以贴文道歉，以不当字眼、轻浮语气造成伤害，深感抱歉，但风波人持续燃烧。 TVBS 新闻综合报道。而七宝妈的歧视言论让很多家长都觉得愤怒，同时呢，可能让有一些特殊小朋友的家长们心中倍感受伤。我们应该教育给孩子的是面对不同要给予包容或者是认识理解的态度，而不是区分你我的不同，甚至有歧视的言论。不过这起事件呢，有很多的网红来发表评论，也有很多知名的音乐人觉得这样的风气不应该被容许，应该要导正。特别是我们带您看到的是音乐人许常德，就说家长把小孩子拉进直播，特别这个家长他是以网红身份再来作为生计的话，他有没有想过小朋友加入直播当中也呈现暴露在公众的风险当中，会不会失言时都不怕孩子也被言上吗？应该要多多保护小朋友才对。还有知名的团购达人486先生，他说他的儿子国小国中的时候也就读资源班，所以这一番话他听在心里头非常的有感。他也认为呢，七宝妈为了红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危言耸听的言语真的是混账，如果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他可能会忍不住想要动粗，但是我们不支持暴力。那另外一方面呢，律师李怡珍也表示，现在呢这个事件延上之后，很多厂商都开始针对七宝妈抽单，不跟他合作接业配了，所以呢厂商切割完之后继续与他人合作，自产自销的假高贵无品牌价值商品，只要可以割韭菜，还是能够让这样的网红进行买房的。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呢，其实这在很多网络行销的品牌层面掀起巨大的风浪，原本呢跟这一位七宝妈合作的10多个品牌现在都终止合作，发出声明了。算一算呢，行业推估他可能会损失100万元以上的代言费。网红七宝妈过去有不少的黑历史，如今又在直播中失言，被外界认为是在歧视资源班的孩子，事后掀起舆论压力，即便道歉也没有用，业配厂商火速切割。网友整理出时间是25号晚间8点多，有出版社读书共和国开出第一枪，终止合作。再来陆续有多家食品商，包含支出、咖乐、彩虹面、紧张鸡、自然主义、日头晒晒、牙博士、喜之方、胡同烧肉以及康轩文教。其中自然主义说不会与歧视任何族群的网红合作，现在不会有，以后更不会有。康轩文教也表示深切重视学童的权益，认为所有人受到尊重和关心，远离任何的不善，避免不法侵害。专家分析，瑞七宝妈接一次业配代言，以一个案子15万来算，截至26号下午5点，又多3家厂商切割，像是 LA 天然水果软糖、创新智慧家庭以及皇家竹炭，一共累积13家，加上直播分论，一夕间可能损失上百万起跳。对于品牌来说，现在就是比较借重于这个所谓的网红的赛道能力，或者是正面形象，但如果听到他的这个所谓流行上受损的时候，那业者会希望自己不要牵扯在当中。毕竟会担心网红个人问题渐渐影响到品牌形象，甚至又因为这场直播过去不当言行再度被翻出。这里很高，真的很高。
孕妇在喘。两年前去花莲山林活动吃山羌生肝，遭农业局调查，身怀六甲爬百越骨折，又被孩子滑雪，甚至去年十月疑似非法导购医疗器材。七宝妈争议不断，即便道歉也没有用，丢的除了百万代言，同时伤透了家长的心。铁扁新闻，新闻向我思纯台北采访报道。不过网红呢是挟着流量，那么吸引众多社会大众的关注，也借此呢接代言做业配来获利，所以多多少少也要接受公众人物的这样的检视。但我们先前呢也曾经为各位报道过，九妹也是因为持有大麻，所以呢也让她的网红事业受到重创。而现在她转投资的车行呢却被传出被烟火袭击，警方现在已经逮捕了八名嫌犯。不过他们的作案动机让人起疑窦，到底是这个买卖的纠纷，还是背后另有隐情呢？原来呢，其中作案的主嫌呢，他说为什么要对他这个投资的车行放烟火？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两个月之前他想要买 BMW 全额贷款，但是呢，这二手车行的业务却说：“哎呀，你没有工作证明，没有办法办理。”而这18岁的主嫌就觉得：“哎，我只是想要买个车，办个贷款，你现在是在嘲笑我吗？”心有不满，所以才会放烟火挑衅。车行门口火光四射，一群人头戴安全帽，拿着鞭炮就往车行里面射。这可不是在开派对，影片上还配上这个音乐。前前后后两分多钟，犯案之后，这群男女驾车逃逸，受害业者向警方报案，而远警到场一看，这间车行来头不小，是网红九妹与 Bruce 的车行，四辆车受损，花盆也被砸烂。大概就四个车款了，刚好整规条就四个不同的车型。就 BMW、宾士、Porsche， 然后还有那个悍马，可能上百万。惊悚场面就发生在26号凌晨，新北市新庄这间车行帆布全被划开来，而警方循线追查，逮到了8个人。18岁安姓主嫌表示，两个月前看了九妹介绍车行的影片，就想来买车，供称想要买 BMW 三系列，要求全额贷款，指控业务说没有工作证明无法办理，这句话觉得是被笑，愤而放炮。我这间店是4月8号开幕。那他说两个月前的话，那差不多在过年期间，我这间店业务也不多，大概就3-4个，那我都是自己交。那交的情况下的时候，等于每个客人都是我帮忙说的，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姓安的客人他不知道是哪个业务。每一个业务都会有自己的头像，他为什么不是针对业务，而跑过来的时候就放鞭炮？九妹是 YouTuber Bruce 总经理，本身就是做车业相关，两个人合作，连店名也是各取彼此的一个字。车行就强调从来没有与别人有纠纷。警方事后逮到6名少年与2名少女，有5个人还是国中生，依照妨害秩序、恐吓与毁损罪侦办，只是又找未成年来放炮，警方不排除可能有高人指点，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藏镜人，还有他们真正的犯案动机。 TVBS 新闻吴君伟、蔡平勋、李杰新闻总导。而艺人黄子佼因为涉嫌购买非法的未成年的私密影片，同时也被人指控性侵，现在呢麻烦事缠身，复出遥遥无期。而过去他的好搭档朴学亮近期有新节目即将要开始运作了，在记者会上各界也问他是否有关心昔日搭档黄子佼呢？那么阿亮表示哦，这个相关的新闻他都有知道，那么做错的事情呢自己就要勇敢面对，好好的反省。而提到过去也是他的恩师张小燕，他说这段时间呢他也不好意思去打扰小燕姐。大家好，我是船长阿亮啊，不马亮。身穿 polo 上衣，戴上红帽子，化身村落的一家之主艺人朴学亮现身记者会，一开口就笑翻大家。我是不会老男神，对，不会老男神，我自己也越来越相信了。我这趟出去，这个到各村里之间啊，有人用细皮嫩肉来形容。也算是公认童颜吗？但身为大前辈，最近却传跟搭档姚元浩在节目里闹不和。其实不是不和啦，完美主义者，可是他就是会坚持要把事情做到他完全都要的，就是十全十美啦。那大哥这个个性我会觉得我们工作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虽然亮哥就是嘴巴这样讲说，哎呀，不要做了，好了啦，休息了。
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也牵动着他。只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大家关注的还有黄子佼风波，因为身为好朋友的朴学亮难免有被问有没有联系。又跟他联络了，这种事情就是他自己去承受跟面对了，你大概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人家吧。那觉得有需要对他喊话什么？喊什么话？我们能够说什么？就是做错的事情，错就是错了嘛。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那做错事的当事人就自己去承受跟面对。而提到恩师张小燕，我这个时间不会去打扰他了。那应该的关心我当然还是会有了，但是就是不打扰他，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在风口浪尖上，要以退为进，盼当事人能好好处理。TVBS 新闻林云哲、林文台北采访报道。而在看到好久不见的 Hebe 今天出席代言活动，可是大家还记得吗？昔日裴洛西访台时，因为他刚好 PO 出了吃意大利面的照片，结果对岸的网友就认为他吃意大利面，那你是不是在力挺意大利籍的裴洛西呢？因此被延上。而且田凤芝呢，过去也有歌手叫做李导，那么中间也写了我们保持这样的距离就好，也被指为是台独歌曲。但现在是不是附录解禁这样的标签已经被撕掉了呢？因为有天津的音乐节正式邀请他开场演出。欢迎我们的男神林柏宏，才刚经历倾盆大雨，现身前凑巧来了个放晴的空档。林柏宏被田馥甄夸奖小胡子的 look， 先小小害羞。我其实每次见到 Hebe 还是觉得心脏扑通扑通跳，很紧张这样。真的紧张到胡子都长出来。因为现在还在拍戏啊，所以有一些新的造型，代表粉丝又能期待新作品。至于暌违四年没发片的田馥甄，也预留伏笔。好消息就是有可能会有新专辑哦，但是未来是哪一天我也不知道。是2024的计划。2024，计划。我觉得可能有，不知道，我努力。 Live 演出同样开工，五月受对岸邀请参加天津音乐节，只是两年前因为一张吃意大利面的照片被传支持前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疑似被对岸封杀，大家好奇是否代表解禁了。最近的事有让你很想喝个两杯吗？你说最近的地震天摇地动吗？就是最近事情感觉吧，对。我事情多跟少都蛮喜欢喝两杯的。选择不正面回应，官方日前也发文，都是一家人表明立场，但一则 po 文就要被扣这么大的帽子，田馥甄其实也很无辜。而在去年底卷入假唱疑云的五月天，大陆新计划也让部分人觉得雀跃。宣布五月下旬到六月初要在北京鸟巢一连开上十场，预计吸引60万人到场。活动照办，但相关部门透露将派专人到鸟巢现场监看五月天演出，一句争议还在查，不愿承认调查未过。TVBS新闻陈胜文、张浩文、张文俊、四名小组台报道。而美中关系也牵动着对台湾的距离。我们带您看到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与这个中国大陆的会晤。那么布林肯呢，随后召开记者会表示，他已经当面告诉习近平，美国非常担忧中国大陆在南海的行径，同时也重申了美国的一中政策，并且也表达他们有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Today's meetings, I discussed the PRC's dangerous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cluding against routine Philippine maintenance operations and maritime operations near the Second Thomas Shoal.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commerce in these waterways is not only critical to the Philippines, but to the U.S. and to every other n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ndeed around the world. That's why so many nation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PRC's maritime maneuvers. I made clear that while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 de-escalate tensions, our defense commitments to the Philippines remain ironclad. I reaffirmed the U.S.'s One China policy and stressed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好，布林肯刚刚的表述呢，似乎也是这一波美中之间对话的定调。那么如果更多讯息我们将持续为您掌握，但现在美国方面也担忧中国大陆可能在研发能够发射到太空的飞弹。二一给我。25号，中国大陆神舟18号顺利升空，上头载着的太空人出发前也在镜头前自信挥手。
其中一名成员还是解放军的飞官。中国大陆发展太空，除了民用科技外，和军事武力也绝对脱离不了关系。我宣布，神舟十八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看中国大陆在太空发展上迅速，美方也提出警告。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怀廷就说，这速度着实让人惊叹，包含反太空能力和武器，还有干扰 GPS 讯号技术等等。指挥官索普还说，中国大陆的太空科技可用于直接瞄准台湾，这意味美方介入印太地区冲突将比以往更有挑战性。除了侦察还有定位之外，未来它如果导入就是更多的低轨卫星，那么当然对台湾就会形成新的一个威胁，包括更及时的这个资料提供以及通讯，还有就是相关卫星导引弹药的使用，都可以由低轨卫星来辅助。摊开统计，国际电信联盟预估2029年美国将会有50000多枚中低轨卫星，中国大陆也会成长至14000多枚，排行第三的俄罗斯也在追赶当中，日本太空军也正在发展中。 Secure our nation's interests in, from, and to space。只是专家也强调，中国大陆卫星增加的确会对我造成一定程度威胁，但主要目的还是要追赶美军龙头地位。毕竟世界强权除了在地球上称霸已不够，个个都想抢当宇宙强权。TVBS 新闻刘一成、庄玉，台北参谋。而近期共机频频扰台，而我国的空防是否应该汰除幻象战机，掀起了讨论。我是中国空军，正在例行训练。不要干扰我方行动，立刻离开。中共打着维权大旗，日复一日加大武吓力道，我国空军战机战备紧绷，不分昼夜，或是北中南。特别是距离对岸最近，也是北部唯一的空防战力二连队，麾下幻象战机，即便机队服役超过25年，仍然是防卫蓝图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幻象战机在这个整个规划的过程中，主要他是担任 F-16 的初级的任务，他来做随伴掩护、前置扫荡或者是区域掩护，甚至他担任空优战机。F-16 最适合是在30000多尺，40000尺他上去之后，要跟幻象上去做一个垂直立体的爬升的话，确实没有幻象那么快。引进6套的电子侦搜夹舱，是唯一可以接受全频谱，包括那个战斗机的这个飞弹导引模式的这个电子侦搜夹舱，收到之后参数还可以及时链传，所以这是它独特性的地方，其他机种没有这个东西。不过，廉颇劳役的质疑和军备系统单纯化的建议声全都没断过，争取端场起降新战机成为国内主流认知的现在，专家提出不同角度。以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来说，它是重型的双发动机的主力战机，所以它的这个吸弹量跟它的航程都会是我们现有战机的至少2倍以上。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跑道时程啊，就是说维修时程至少能够撑过2个90分钟的这样的周期，然后携带大量的这个空对空飞弹升空以后，在空中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空战。2021年首次试飞就秀了一手大马力爬升 ，F-15EX 的机动性不在话下。29500磅精准武器筹载重量，飞行极速2.5马赫，17000公里续航力，最大深陷更上看6万英尺。搭配了先进任务电脑，单看账面数字，样样远胜于幻象2000和旧型的F-15。 有点就是像 F-16 传统的 CD 跟 F-16 Block 70的这样一个差异，因为它前后有完全相同的操控系统，所以也就是说它的后座既能够当武器官，然后也能够让那个后座作为战斗教练的时候呢作为后座的教官或者后座的学官所使用。其实早在空军拍板采购66架 F-16V 以前，当时 F-15 甚至是超级大黄蜂都曾传出被纳入选项。不过，不论结果，圈内都将这个决策和规划汰除幻象战机直觉连结。买幻象的时候，唯一三型主力战机只有幻象，它的空对空飞弹买进来的数量是多于现阶段 F-16 跟或者是 IDF 使用的飞弹将近3倍。如果在后来的接续进来的66架 F-16V， 那就190几架喽。如果我们还是换这两个美系的战机进来，那超过200架，那我们的中程空对空飞弹我担忧啊，每一架可以挂的可能
不足两枚，弹药不够，金钱能解决，但最重要的飞行员换装养成时间千金难买。当然有更好的机种，当然是可以做取代，当然是，可是牵扯到整体换装跟整体后勤的问题。印太司令曾经提过，2027年中共可能要攻台，在这个情况下，你要再换机种，这幻象联队的这80几个飞行员，短时间在这时间内有没有办法成功转换到另外一个机种去，然后并做这些这个支持战备的情况下是有问题的。其实从空军近半年来的4波采购动作来看，从战机机身、飞弹和发动机，乃至于航电电站系统的维修零附件，一共斥资了245亿。显然，幻象再战10年不是传言，因为战力除旧布新，必须建筑在新的构案已经获准执行。F-15ES 到目前看起来，我们实际上它的第一架交机延迟了2年多，哦，那美军其实对它是有一些问题在的。如果在 QA 完全交代以后，它在2025年可以进入一个月两架，它光要交付美国空军就应该要交付到2030年了，哦，再加上目前以色列跟他提出50架的紧急采购。所以印尼的24架跟波兰的32架，这些东西在这样做一个编排，如果我们摆进去了，纵使美国愿意卖给我们，把它排入排程里面，都是2030年以后的事。空防战力更迭没有标准答案，唯一的原则是做好通盘规划，不让防线因为换装出现间隙。TVBS 新闻李新伟 Eve 特报道。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